卢婉玲师傅、李玉生师傅、林桂彪师傅、杨北山师傅、曾英卓师傅、严庭英师傅、陈运来师傅、黄伟杰师傅、刁浩云师傅、张永娥师傅。黎文彩师傅、黎思敏师傅、林伟超先生、杜兆波先生、张怡信先生、邓伟权先生、大方小姐、沈刘师傅，有请各位。我哋咧请到多位师傅啦，同我哋部长咧就先影一张大合照先吓。前面啲影员咧，让一让二号机影啊！各位同學，
大家好啊！香港聖公太極學會咧舉辦係第十二週年嘅會慶聯歡晚會。首先咧，同前嚟參加嘅典禮所有嘅嘉賓咧、師傅同埋咧同學咧，表示衷心嘅感謝，感恩大家喺百忙中咧抽空莅臨指導同埋展示咗藝高精湛嘅精彩表演，非常感謝學會全體嘅同仁同埋大會嘅全體工作人員嘅辛勤努力，令到呢個會慶典禮得以順利圓滿成功。見證學會參與健康嘅武術交流同埋社會嘅公益活動，促進社會嘅和諧。香港聖公太極學會咧創立喺2003年，以弘揚武術同埋推廣中國文化、培養學員健康養生嘅宗旨嘅運動。今日是2018年8月18日，初八，是一百年才是得一次的。咁啊，祝福大家咧吉祥、健康、快樂、幸福，多謝。好，我哋嘅晚宴就即将。